好，我现在到了三创，然后先把它解锁，我看一下 GoAway 这个软体记录的样子。好，我看一下它的轨迹。然后这只手机。看一下它的轨迹。记录出来的轨迹长什么样子？好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轨迹的模样，看到吗？好，这是实际记录出来的轨迹的模样。好，看一下它们按照路径走。好，两只都其实都还蛮准。好，我会再测一次。有经过，比如说快速道路跟地下道的，好。